你好，我姓 Tom Cruise， 这是我的电影。他是大学生，呵，很有意思。他喜欢打球、跳舞、唱歌和看书。他是一个好学生，和他很漂亮。他喜欢他的同学 Katie Holmes， 他也喜欢他。明天我请你吃晚饭，怎么样？好，明天七点半见。但是这不好，因为明天他很忙。在七点 ，Tom Cruise 又开会。Tom Cruise 不喜欢时间。我现在得去开会，没空跟你聊天。我不睡觉，因为我不喜欢时间。我不高兴，因为我不喜欢时间。我不喜欢他，因为我当时很忙。